是其实基本上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好快哦。对，那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有邀请一位嘉宾，可是因为他可能工作比较繁忙的关系，对，他最近就是在准备演唱会，然后所以我们没办法请他到现场，就是、所以我们唱他的歌。对，所以我们要来唱他的歌曲。那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歌名我劝的有邀请，有啊，有邀请啊，就是我们每年都有邀请，我们演出都会邀请他，发粉丝就是发他去邀请到他的粉丝专页，就是没有人回而已。不是，有幸在去年有当到他那个嘉宾，对，演唱会的嘉宾开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算是有聊了一个心愿。不过呢，我们选的这首歌曲就也是，我们自己很喜欢，而且唱起来，我们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家庭，然后不同成长背景，可是我们在这里一起唱歌，然后从刚开始成军的时候真的是很不熟，大家都很尴尬，然后不知道怎么一起演出到现在，其实就是一直有在慢慢的进步，有在好好的培养感情。那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，它的歌名就叫做《姐妹》。如果你会唱的话，跟着我。
谢这首姐妹。哇，好想哭啊、哦！哭什么？是因为流汗流到这里。